汇集天下大事，聚焦华人热点。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络电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李希元，我是香港军港集团的创始人，然后很感谢苏台长的邀请，我今天来这个拜访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，很高兴。我是认识大家，然后我是做房地产的这方面的事业，然后以前是医生，然后也当过建筑公司老板，然后也当过大学老师，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戏，不断的演不同的角色，我很享受这个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现在呢，在西雅图扮演一个房地产开发商，所以也希望把这台戏演好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谢谢。